本集的变语制作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原夜市，但是我们没有要逛夜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我们桃园第一间快根植物店哦。那我们就赶快一起过去吧，走。很感谢固执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啊，大家好，我是固执的苏菲。然后，大家好，我是固执的苏菲。然后我们之前是比较常在网络上贩售，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就是这种景观，然后空间设计的背景，然后就想说，哎。如果能把这些植物然后和我们一些专业然后跟空间的结合，是不是可以开一间店？后来就决定在中原夜市这边就开了一家这样子的门市。我们的地址是在桃园市中立区大仁寺街11号的2楼，我们是第3间。好，那想要问一下苏菲，就是筹备这家店呢，背后有什么原因还是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我们一开始也是算普通的玩家这样，然后我另外一个合伙人叫小郑，大学之后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本身有一些状况，就是心理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就认识了之后就看到植物这件事情，植物养着养着，然后就一直交流分享，这样他自己的精神状况就变得比较好。后来想说，养植物很快乐，等于是植物有疗愈到你们的心灵，才让你们从一个玩家就决定说，把这个东西推广更多出去。前提是认真在种的话，是很开心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快乐。问一下苏菲，就是我们如果以夏宫为例，原产的夏宫在发根上有没有推荐可以用什么样的介质呢？我自己是用全自式，会在底部用一点点发根粉。夏宫发根的时候尽量不要吹冷气啊，对，就比如说夏行种、冬行种或者是冬夏这种种类，然后我们去模拟它原本生长的环境，对，那个气温条件这样。对对，如果是冬行种的话，就比较适合在冷气房发根。相对啊，就是发根都是几率，都是几率，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固执的主理人，我是伊燕，然后可以叫我小郑。那我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一颗白金，然后这颗白金它是我们已经塑形塑了4年的时间了。然后中间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会从露养，然后转到灯养，然后我们会在中间的时候会有休根，会有控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一颗如果假如说一有变形的情况，我们就会打掉重来。所以这一棵植物对我们来说算是我们的一个招牌。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一颗是我们的蓝球，然后我们的蓝球它这一颗它是非常的薄，原本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它其实只有一个拇指的大小，在生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从小盆然后慢慢种让它变到大盆，然后其实龙舌兰它好玩的地方就是它在于它的种法非常的多元性，你可以把它变成一颗球，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很大，或者说你可以让它有一个很老的形态，所以这是我们玩龙舌兰的时候我们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样式。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颗，它是非洲霸王苏铁，然后它叶子是呈现蓝色的。非洲霸王苏铁它在台湾算是非常火红的一品，然后它有一个狐狸尾巴的标志跟它的飞镖叶，然后苏铁它有分两种款式，然后它是蓝色跟绿色的，然后都是取决于它们的个体基因的表现。然后这一颗的话，它是我在找苏铁当中它的球体是最圆的，然后它的叶距也算是比较密集的，这是大家所追求跟在找苏铁的时候会比较去注意到它的一些特征。然后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苏铁的原因，就是因为听说在早期的时候中东地区的皇室他们在玩狮子玩老虎，他们只玩植物，他们就只有玩苏铁，这个就是为什么好像大家觉得说苏铁这么珍贵这么有趣的一个理由这样。这颗它球线鳗，它是我在找球线鳗当中，我觉得它是最特别的一品，因为它跟一般大家所认知的那种圆的、胖的，然后手短的那种形态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一颗的话，我就觉得它很像《巴斯光年》里面那个他爸爸，就是扎克天王这样子。然后它这个形态，从每一个角度，然后每个光照都可以看到它的阴影的表现。所以它就是我蛮喜欢的一颗植物这样子。这两颗都是一本萤，然后它也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只是一颗是来自台湾种子石生，然后一颗是直接从产地送过来的。然后他们在形态的表现上面，原产的这一颗它看起来会比较多的沧桑感，然后跟它的一些原产地留下来的痕迹。然后这一颗它是在我们种植了4年的时间，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体躯干，然后它整体的表现。这颗它是火山大戟，然后它是来自于南非，然后它这一颗的表现，为什么它叫火山大戟？是因为它身体躯干很像它的熔岩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它在产地的时候，然后送过来台湾这边会把它去掉，会有一些坑坑巴巴的一个洞一个洞的那种感觉。好，今天真的非常高兴可以来到固执的实体门市，然后也谢谢两位主理人今天帮我们做了精彩的介绍。那以上就是本集的电影制作人，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